蒙鲁之声广播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阿木，好久不见，我现在已经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留学生。好，今天呢，我接到一个很重要的任务，是什么呢？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找一个高龄老人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出发。现在我们为了寻找目标人物，来到了京师大厦的大厅，往那边走是前台。京师大厦呢，已成为全国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的重要会议中心和四星级酒店了。每天接待的客人有很多，我们可以看见今天也有研讨在举办。我们再往前走走看，啊，我看到了京师大厦美丽的瀑布牌面，真好看。这里是我们学校的留学生办公室，我们学校呢，国际交流处和30多个国家、300多所大学有合作协议。我们学校今年应该有3000多个留学生。我们留学生办公室的老师们呐，对我们忒好，在我们心中就是在北京的父母一样。我们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也来打扰他们，每天他们忙得不可开交，真的挺辛苦的呢。哎呀，借这次机会呢，跟老师们说一声，谢谢老师，辛苦你们了哟。你好，老师。阿莫，你哎，好。你好，老师。是这样的，我听说我们学校有个110岁的老人，我想找他采访一下。是吗？110岁的老人，我可能不认识。但是今年北师大正好110岁。哎呀，我忘了，我还真是个好学生。好吧，老师，我去忙了，谢谢好您，的，再拜见。拜。你得知高龄人士不是人，而是我们的学校，所以我打算呢，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我们校园主要的一些建筑。这个是我校代表性建筑鼓楼，我们往这边看，哦，那个是京师大厦，哇哦，好，我们往下看呢，这是我们主要活动场所，我们美丽的广场，我们也会在这边上太极拳课程呢，晚上有很多人会在这边遛弯儿，也有很多狗狗啊，小朋友啊，都在这边玩呢，景色晚上更漂亮。好，我们再看一看有什么好稀奇的呢？哦，这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这个是我们学校主要标志木铎，在2002年100年校庆建好的。这是代表什么呢？纪念过去100年的辉煌和美好未来的象征物。您看，下面写着"木铎今生100年"。这个是我们的图书馆，1902年成立的京师大，藏书刊总量好像是在357万册，规模和馆藏总量在全国高校图书馆中居于前列。身为学生呢，这是我们离不开的场所。哦，好高大，对不对？好。我们在东张西望，哎，我那边看到一个东西哟，那是什么？哦，那是留学生食堂，我挺喜欢去那儿吃饭的。哎，好，说重要的，我们图书馆呢是在去年2011年重新改造完成的。图书馆呢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已对外开放了，不是在校学生也可以来使用图书馆，很方便吧？有个小秘密，有时候在这边打个盹儿，挺好的，哈哈哈哈。终于回到宿舍了，哎呀，大家进来看看吧。刚才去吃饭，又跑了步，哎呦，好累哟。哎，我同屋不在呀，哎呦，看见床好想躺哦。好，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我的房间吧。看，我的房间很漂亮吧？我的同屋也是蒙古人哦。哎，我给你们说说这个哦，这个是我们去年2011年留学生之夜文艺晚会的合照，蒙古国同学们呢表演了蒙古服装走秀，哎嘿，对，那个红衣服的就是我，好看吗？嘿嘿，好了，好，现在看看我的书桌吧，干净吗？对，很干净。好，我们再看一看，哦，外边好好哦。哎，
今天我算是完成任务，小小介绍了一下110岁的我的校园，谢谢。